牵紧彼此双手，来自嘉义县竹崎乡的这一对阿公阿妈笑得相当甜蜜。结婚53年，到现在依然亲力亲为照顾97岁的老母亲，携手走过半世纪以上的岁月，让老夫妇相当珍惜。自从结婚以后啊，从不吵架的原因是，两个都相敬如宾了。知道他如果发脾气的时候大声，我就小声；我大声的时候，他就小声。所以这样做了，是永远都不会吵架。施比受更有福，全国孝悌楷模得主魏继红，虽然家境不算宽裕，但受到父母身教影响，只要一拿到奖金，魏继红都会全数捐出来做公益。啊，那时候我做志工一直到现在都没有间断，总共做了16年，这16年的时光啊，一下子就过了。但是我觉得我帮助很多人，我也很开心。做志工是最开心，还是自己？我帮助别人最开心是自己。那我觉得这个对我家庭教育对我的影响真的是改变很大。他一定要有孝悌的事迹，这样我们才有办法给颁这个奖给他。而且孝悌文教基金会是我们，现在是升格为全国性的。那我们办这个孝悌的话，就是倡导孝悌，从家庭做起。主办单位财团法人和谐孝悌文教基金会希望透过金婚跟孝行楷模的表扬，传递正向力量，也唤起社会大众对于孝道的重视，让台湾最棒的美德在各地持续流传。记者谷灿勇采访报道。